你个死八婆，你给我赶紧滚啊、哦！现在立刻马上啊、哦，有多远滚多远，不要掺和我们家的事情啊、哦！不要感觉来我们家串趟门，我就给你脸了啊、哦！不要蹬鼻子上脸，说不好听的，你来我们家，我给你好脸色了，是不是？是不是给你好脸色了？你在我们家说啥呢？我现在是关起门来教育我们自己家小孩，我是打我们自己家小孩，跟你毛关系都没有。不要说三道四的啊！我给你脸了，你是客人；不给你脸，你是狗屁啊！现在赶紧滚，立刻回去跟你爸说啊！以后夹着尾巴做人啊，把尾巴夹住了，不要往外露，听懂了没有？不要天天感觉天老大你老二啊，还有弟呢，还有我们呢啊，懂不懂？不要天天管这家事那家事，把你自己那一定时给擦干净了，好不好？把你家所有人的一定时都给擦干净了啊！别天天扯别人，说一说自己好不好？我们现在是管教我们自己家的小孩，你没有说话的权利啊！别感觉全世界人都给你面子，在我们这不好使，你说了就不行，就不算，知不知道啊？你个死八婆，赶紧的，现在就走，别在我们家蹬鼻子上脸啊！趁我现在没发火，等会我发起火来，我让你吃花生米。你说你是不是闲的啊？是不是闲的蛋疼？啊，你天天你没事的，你这家跑跑那家溜溜干什么呢？你干什么呢你？啊，赶紧立刻马上就走。现在立刻马上就走，把你那张丑恶的皮囊给我带走啊、哦！太丑恶了，你那个吃相太丑陋了啊！你看你给我们家造的啊，全家人没你一个人吃子多，你的吃相太丑陋了，听懂了没？听没听懂？爸爸，你说谁嘞？我说你疯三奶奶啊！你三奶是不是有毛病啊？啊，怎么了？你妹妹犯错了，我教育她，她非说我说的不对，非说我做的不对啊！有没有这样的人？还要打我，非得掺和别人家的事情？那、啊、你说这个老太婆是不是有毛病？你赶忙走吧，等会俺爸爸生气了，给你屁股打开花。滚，就是滚。